除了婚宴开放，台东县政府今天在池上也举办了热气球升空的祈福仪式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活动是采用线上直播，民众可以上网观看。可以看到呢，这一颗热气球是身穿布农族服的 Hello Kitty 缓缓地飞上天空。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今年迈向第11年，但是因为疫情延期，目前要怎么举办，县政府还在跟地方还都在讨论，那么也希望可以兼顾防疫跟观光。